有人生下九胞胎。非洲国家玛丽这名妇女原本预计是生下七胞胎，但是呢，在手术台上面发现她原来肚子里有九个宝宝。美联社的报道，这名妇女有机会打破金氏世界纪录。25岁的妇女叫做席斯，因为她住的地方医疗设备不足，在生产之前就被送到摩洛哥进行剖腹产，没有想到当地医生发现说，原来她肚子里头有七个宝宝，所以最后顺利生下了七名新生儿，当中有四名男婴，五名女婴，母子均安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